告诉你说，哦，我们全家都很爱你啊，我们待会要去哪里，你要不要跟着我们一起去？我说可是没关系没关系，反正我们也有车啊，就跟着我们一起走。然后重点是我刚好要带了一个我妈，我妈也是类似像这样子很活泼的人，她说哦好，然后就跟着走了，然后就放一整晚。然后后来重点是回到家的时候，我妈还问我说啊，看看那些人是谁啊？